她是我的同事张小姐，有她在啊，阿公阿嬷开心又安心。这位奶奶喜欢待在家里，比较有安全感，陈阿姨会来照顾她，偶尔也会下厨给奶奶吃哦。妈妈，我出去这段时间就麻烦你喽。我们知道，家人与工作两头烧的你，偶尔也需要照顾服务员的帮忙。长照2.0，我们照顾您。